这不能怕，你过得就好，还没给那个来，快点。像不像章鱼哥？章鱼哥，这天天一抱都得尿，这回不尿，看到了吗？不看没事了，没事还一下，好了，哎呀，好，没事啊，好了。疼吗？疼不疼？你屁股疼不疼？给你补充补充营养吧，给你煮的肉咱还没吃了呢。刚好人家这边有温果露，然后就是咱前天来的时候给他煮了几块肉，吃了一块了，然后剩两块搁冰箱里边冻着呢。然后现在给他拿回来，温果露给解解冻，然后给他拌点狗粮给他吃，因为他现在人家也说了，给他多吃点有营养的。多补充补充，等着吧，我就给你弄肉去。啊，你老实点，你搁那怕了？你那个小腿一会儿就咕噜又打肿了，这吃完肉了再开心了。你这好好的，晚上还有，晚上再给你吃。Thank you.
自动扫回去了吧？嗯，对，自动扫。有一点直觉了，那倒是。嗯，闪回也比想象中恢复要好一点。还没结巴了都。就上面这个大的闪回，可能长的时间会长一点。那个谁呢？对，地方大。想要站的时候，可以把它敷一下。行，全敷了。你得好好的，能好起来，你可不能那个哈，听到吗？我给你配合，你得配合我。咱不急，你去。他明显能觉出来，要不然他想伸直，或者是想往回拽，就是不让我动。